豆浆是非常亲人的猫咪。我原本是这样子想，不过在之前的某一次让豆浆跟陌生人单独相处之后，我才发现豆浆对陌生人其实是相当冷漠的。那我突然就想到一个很屌的实验，就是如果在我跟豆浆互动的过程中，我把自己偷偷替换成一个跟我很像的陌生人，豆浆有没有可能没发现，继续跟陌生人一如往常的互动呢？好，那我们要做这个实验呢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身形跟我比较像，然后最好是声线跟我也比较像的另一个阿浩。好，那我们欢迎另一位阿浩。喂，李佳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浩。是阿浩，他也是阿浩。对，没有，我是维里安。对，他是维里安，我是阿浩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请维里安来伪装成我，然后看不会骗过豆浆。我们装扮也已经用得一模一样了。威廉会先进去，然后进去喂一喂之后出来换成阿浩，然后看一下豆浆会不会发现，被掉包了，这是最简单的。你确定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不知道。然后第一个就直接被识破。对，有可能。然后再来第二个任务呢，就是梳毛，等一下准备一个梳子。好，第二个梳毛。对。然后我梳完毛之后，一样就跟刚刚一样，我会出来，换成阿浩进去。好好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我已经是威廉。就是我就是阿浩。然后第三个任务呢？就有点难度咯。第三个任务是玩橡皮擦，玩橡皮擦，几乎都没有人可以成功跟豆浆玩到橡皮擦，他就都不理嘛。对，就都不理，就都不理，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好，等一下试试看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最难，就是拍屁股。哦，有，我看之前影片拍屁股会被凶，对，会被凶。之前，好，之前有一位好味小姐，好味。后面骨直接被凶爆，好，所以这个不确定，在我们一样衣服的情况下，你有没有机会成功？对，阿浩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呢？对，有没有办法成功骗到豆浆？好，那我们开始吧，开始吧。
西。哎，这个队长真的不行。我出去一下，好了，不要再撒娇了，我出去一下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啊，我出门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哦，你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好了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，出去，出去一下，等下就回来了。等一下就回来了，等我一下。Hello， 豆浆。Hello， 在说吗 ？Hello， 要不要说吗？来，那我们来椅子上说好吧，迅速迅速。哦，一个滚了。快哦！哇，好棒耶！豆浆来，哎，豆浆！哎呦，立刻！非常好耶！哇！可以哦。豆浆，除非你开个罐头，插播你的耳机，把你沙发抓破，偶尔蹭过来给你摸，麻烦你的咖啡弄脏我的肉球，再踩上你的枕头。好，豆浆，出门一下，出去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出去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我只要你说。
猫咪共和国不需要签证，如今我只要你说你会永远伺候我，你会永远爱着我。我出去一下，你会永远爱着我。出去一下，我等下就回来了，要继续拍拍屁股好吧？爱着我。哎，豆浆！哎，豆浆！回来喽！哎，豆浆！来，来，是我呢。是我啊，阿浩。豆浆，豆浆是我啊。阿浩啊。年收入百万的新竹科技新贵啊。对，你闻闻看，是我啊。是我啊。我就是我，我就是阿浩，阿浩就是我啊。豆浆，你要去哪里？豆浆，还是你要玩擦布？我好像还有擦布。看吧，你是不是忍不住还是想要玩擦布？第二个呢是苏毛也骗到豆浆了，耶！对，也成功。比较让我压抑的是第三个，就是玩擦布这个部分。阿浩竟然还是骗到了，这个真的有那么难？对，这个真的是有难度，这个真的很有难度。那第四个，摸屁股，还是失败了，对，因为被发现了。对，被发现了。刚刚应该有看到最后面豆浆去闻了一下阿浩，再去闻了一下阿浩，然后闻一闻。阿浩，这不是维里安，对，这样子就生气了。对，都这样指认维里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实测就四分之三嘛，对，总共是75分。有耶，对，谢谢。那因为维里安是艺人嘛，对，我们再给他加个12分吧。我就87分了，87分。因为最近阿浩他出了一首新的单曲，没错，没错，叫做《猫咪共和国》，没错，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《猫咪共和国》这首歌。其实我自己也有养猫。我自己有一点存疑，因为就在想说到底有没有办法骗到豆浆。猫其实比这对，就在想说换衣服它会有用吗？没想到完完全全，完完全全被骗过。然后把这首单曲《猫咪共和国》推荐给大家，所有养猫的朋友欢迎来听。有，我听过那首了，很好听，而且它的角度是从猫咪的角度来写歌词，会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实测到这边，啊，记得去听。好的，下次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好，可以试看，那我们试一点点就好。